哎，亚明，嗯，我们这儿我发现有个道具，嗯，测谎仪，来帮我递过来一下，在那个。你玩这个？对对对。这怎么玩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把你手放上去。把我手放上去。这有那个。这样放上去？不是不是，反过来。对，反过来。你说假话就会被电。亚明嘴角抽搐了一下。先把手放上，然后读取一下正常的数据。这玩意儿是真的。啊，你等一下，这是先读取你正常的数据。好玩了，感觉好高端。能不能借我？等一下，然后那个姚老可以吗？可以试一下。现在这儿最低小，别离开，别离开，放上去。我问你一句吧，先。哎，杨明，你先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来来试一下。等一下，已经好了吗？不痛吧？不痛，就是电。然后你可以问他问题。好，杨明，你觉得自己帅吗？帅。被电了吧？没有。那你再说一下不帅是谁？杨一鸣觉得自己帅吗？他是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吗？没有，他是没有感觉，他就显示已经显示了，但你没有感觉到被电。对，那再开大一点吗？开最大。哦，杨一鸣手上那个茧比较多，给他开大一点。那你再重新放上。最高可以开到几啊？五。不如就来五呗，挑战一下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我觉得你有点紧张。没离开。再问一遍。等一下，别换，别换一个。好，换一个。杨明觉得我帅吗？帅。你说谎。谎了吗？是帅。哇，你看吧，你臭你那个，这就是蠢吧？还是两块钱？我等会儿不要玩这个，好恐怖啊！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？就还是有电台采访你，帮你感觉撕我，很疼吗？我说的实话呀，没用。实话，骗子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实话，好真诚啊你的眼神。可能你刚刚认真想了一下我的容貌，就心跳加速了，然后就被电了。是哦，好玩呢，我们可以玩两个小时。我不要玩，玩两个小时这个吧。玩啊，这个你也知道了，叫传说中的，你知道怎么用它吗？把裆部给我关上。你知道怎么用它吗？你知道怎么用它？当然知道。手放进去，我不告诉你知道的。来，想，要再，还算我自己来算了，感觉自己在自虐。好，你觉得第一轮还没开始呢、啊？嗯，会不会玩啊？你又在拍我鼻孔，我好累啊！跟你这样搭档，我还自己找角度，45度。好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嗯。第一个问题，觉得杨一鸣帅吗？是，按一下那个，帅。说的是实话。坏了吧？还三颗星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第二个问题吧。你拍我鼻孔干嘛？你怎么样都好看了，我觉得啊，不要在意别人旁人的眼光，真的是，来，那个第二个问题，就是，你觉得自己表演好吗？我怎么有点紧张？你觉得杨一鸣表演好吗？杨一鸣表演好吗？嗯，好。你看我多么真诚，惭愧吗你？这走心吗？这惭愧吗？这就是这绝对走心，跟你说，惭愧吗你？我再问一个问题吧。你再问，嗯，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好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你想让我问你什么？我不想让你问我问题。你觉得和杨一鸣在台湾和韩国的时光快乐吗？快乐。对吧？你是觉得不快乐吗，杨一鸣？快乐。你觉得不快乐吗？来，你来玩一下杨一鸣。我快乐。不快乐？怎么不快乐？这好。下一个环节真的蛮好的，这个好，我也觉得机器好。拿手指放上去，要放上去。我放上去了。要摸着那个东西。嗯，好了，问你个问题啊。好，你先撒谎试一试，看他会有点。杨一鸣，你觉得自己高吗？高。等一下，我先按一个回答。高。快撒谎。高，他真的，他只骗你不骗我哎！这是我家的宝宝，我给他起个名字，然后带回家，可以卖给我吗？故意的吧？是操作过了。